好，眼睛的形状要扁细长，这个就有点扁细长的味道。而且这个，你如果活到这个年纪还可以有这种眼神，那一种达观豁然哈、哦，安定的那种眼神哈、哦，不求于人，他又愿意为你服务，这种眼神就是这种眼神。那眼神透露那个意思，没有敌意，完全不会让你有压力。我们拼十辈子还没办法有他的财务，啊，人家态度比我们好。我们在传的那个什么，恐怖的是比你有钱、比你努力的，现在还在拼，哦，有没有？好，刚刚是眼睛的物理相法，眼睛的精神相法哈，眼神要定而足，和会，眼神要和会哈，啥是和会呢？无欠人钱。恁人趁钱会退得来，囡仔袂差，无一定爱考第一名。身体健康，你散发出来的眼神就是和味，这样懂吗？啊，你如果时常要去警察局把你儿子领回来，老公赚钱不拿回来，你就是有怨的眼神啊，你那个眼神就会哀怨，哦，会不满足，会抱怨的、啊、哈。哦那个唉声叹气啊，哦，所以花头迄面甲油头甲面，大家拢会样看啊，哦，这是最简单的。好、哦，啊，看起来精神饱满。你如果气色有黄明润亮，你就是精神饱满，那你就是行运中人。好、哦，你就是行运中人。好、哦，再来，耳大厚额正，服帖有垂珠，这有几个重点呢？你爱大绿。爱像安尼吼，有大绿无？大绿吼，跟我人比较大绿，我认为我耳朵比较大绿，应该是没有吼。要正，正就是你的耳朵要垂直，垂直地平线要垂直吼。啊，你若大囝，垂直较济啦。第二啊，第三有时也歪歪，歪歪无要紧啦吼，也是会压压，像我第三要压压，有点招风耳朵的道理。要正，厚又正。像我有垂珠，对不对？有垂珠，但是这个上面比较薄，啊，下面比较厚。哦，厚而真是整个都要厚，然后要服帖。有一句成语哈、哦，对面不见耳，问是谁家子？对面哪个看耳啊？吼，问看你上的好生啊，有够赞的啦！耳啊爱服帖爱美的，像那个徐水德，来 Google 徐水德。他的耳朵就是这样，还有那个邱创焕，被出戏被来做官啊，眼睛这两个都小小的，政治人物啊，只有那个马英九眼睛圆大。